重点话题，新北市长侯友宜今天同框屏东县长潘孟安，要拼观光，大推海上活动。新北市呢推出了包括是中角湾还有福隆湾在内的青春山海线，屏东则是大推垦丁大鹏湾，也期待民众到新北市屏东户外享受身心的疗愈之旅。用各具地方特色的石花冻和柠檬汁举杯庆祝，象征两县市合作无间。新北市长侯友宜和屏东县长潘孟安合体拼观光，以海湾海岸景点为主，希望民众都能到新北或是屏东的海边走走。屏东有最南端的鹅銮鼻灯塔，新北在北端有最美丽的富贵角灯塔，在南部有垦丁湾，北部有中角湾、白沙湾，还有深澳湾。新冠肺炎疫情趋缓，国内开始推动防疫新生活，以南以北的互惠旅游，就是希望透过旅游观光来刺激消费。不只有许多超值的县市限定优惠，潘孟安也向侯友宜推荐了铁人行程。谢谢屏东县，安县长规划一条十美步道，长达128公里，要我接受铁人挑战。相对的，我也提供新北市有一条青春山海线，152公里，也欢迎大家来这里做铁汉挑战。迎接即将到来的暑假旺季，县市间携手合作推广国内旅游，从团客观光、自由行，同时也整合店家优惠，要吸引更多游客上门。记者曾报道。望着你，望着你。